欢迎来到小林赏频道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哟。今天来看看全台最高的白衣观音大士神像，这里是基隆市信义区的中正公园，在公园的顶端有一尊高达 22.5 公尺的观音大士神像，而且两边还有一对喜气洋洋的石狮守护着，整个建筑实在很漂亮，很好拍美照的哟。耍帅空拍高难度动作，差点撞树，要换空拍机。哇脸，还好观音菩萨有保佑，有惊无险黑。这里是由大佛禅院所建立，主要祭祀的是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。传说这里开山的普观法师自幼随母亲出家，很早就发大宏愿，希望建立一座宏伟的禅寺供民众参拜瞻仰，最后终于选定中正公园的山顶，建立了大佛禅院以及大型神像，而这里也如开山法师的心愿，成了基隆八景之首。相信慈光普照是很多基隆人的共同回忆，这里不仅是宗教中心，更是很好的旅游景点哟。另外，大佛禅院旁边设有收费停车场，可以直接开车上来，不用爬中正公园的好汉坡，这对弱鸡的小林赏来说实在是一大福音哟。这里除了观音神像及石狮之外，由于这里是寿山的山顶，可以看到整个基隆港的风景，有空不妨来拜拜兼旅游哟。